一个三属性，还差3500回本。出气血防御加气血，防御防御加气血，3500，15000，还差3500，15000，5000的灵士来一个。防御加气血回复，双法防啊，气血回复加抗物理暴击，气血加法防，抗风加法防，双抗暴击，一个法暴一个物暴，抗物暴加格挡，抗法暴加防御，防御加抗风，双抗法暴，这十个灵士真的牛逼啊！法暴加固伤，封印物暴加穿刺，法术伤害结果加固伤，物暴加法伤，速度加法暴，属性不对，法暴加穿刺，固伤加穿刺，双狂暴一物暴，伤害加狂暴，伤害加法术伤害结果。其实来个法伤法暴加速度啊，双固伤一伤害，双固伤一速度都也行。今天十亿，明天他再来。法术伤害结果加法伤加穿刺，封印穿刺加狂暴，伤害伤害加物暴，哺乳性啊伤害下排伤害加物暴缺一条，狂暴加法术伤害结果，穿刺治疗加法暴，法术伤害结果加封印，伤害加速度再加伤害，这两个。刚才有个跟那个差不多的灵士，这个又缺一条，下排要是多一条伤害的话能卖10000多，直接回本血赚，速度�伤害加封印，双速度一封印能卖上一个2000块钱啊，3000多块钱吧，这波还是拉稀了，还剩最后的20个灵士，法术伤害结果啊加狂暴，法伤加治疗，治疗加法暴，封印加法伤，治疗加伤害，伤害加法伤，伤害加速度，再缺一条法暴加物暴，这波两条灵士的属性，两条属性的灵士出的实在是太多了，西瓜仔卖上已经一天了，就等着出点极品，免费的给老板宣传宣传。西瓜没有白等，一样的加成，伤害伤害伤害，回春他妈的直接谈成就了，三治疗啊，三治疗，三治疗也不赖吧，三治疗好像也不赖，主属性对的话也还行啊。好了啊，将军今天先宰将军，先拿无级别，再出一样的加成啊。法术伤害结果加伤害，兄弟们，治疗不是气血恢复效果啊！很多人把治疗跟气血恢复效果弄不清楚。治疗的话是花荣寺推血用的，普陀山点灯用的，武装点灯用的。只要主属性防御，并且三条治疗属性全爆，今天想回个8000块钱的本，实在太简单了啊！现在的花荣寺呢是门派啊之子，双固伤一速度，主属性为伤害，漂亮。三，治疗防御呗。9913啊，9913啊，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啊，问题不大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三治疗120戒指能卖多少钱？有一段时间都能卖上20000多了，现在不知道拉没拉啊。现在化成四都在速度零式了，不都今天晚上喝了点闷酒，把自己零式全都鉴定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三治疗的零式，去掉行为石啊，最便宜的话现在只值5800了啊，那其实啊，咱们金火鉴定的成本为8000。啊，也就是一个回本啊，一个三治疗，一个双固伤一速度，固伤的话啊是14、16啊，国标12，综合爆6点，速度12也很快，伤害的话还能再加点固伤，还不错啊。孤独，你回复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有没有啊？你告诉我有没有就行，有就给老板发，没有就下了。老板，哦，这个也有啊，我操！兄弟们，无级别是6.6亿，然后出一样的加成的话是6666万啊，这波零是没赚啊，加上、返点赚了啊。